我大学科目不能被当啊。科目是自然家教啊，是不是？自然不会啊，野外啊。我觉得不要这么重嫌，我们应该要轻松一点。要怎么样第一次开口，然后搭讪？搭讪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哎、欸，我觉得如何破冰吗？对对对，如何把妹？如何开口搭讪？第一句吗？第一句搭讪别人的方法啊？可是这个有人没经验呢、欸。想啊，嗨。嗨，然后就嗨，然后就转头了。嗨，绝对被打枪好了。我就包含特定文字就不错。如何开口搭讪？好啊，好啊。开口搭讪，那我们怎么干？请问有会员卡吗？看一下要几个字，好不好？我都找店员，对不对？这一件有买一送一哦，要不要再多买一件？选择字数限制这个才对。请问你的电话是多少？可以帮你查会员哦。太过分了啦！第五个字，哇，哇，好难哦、喔！把妹第五个字吗？你养吗？哇！对，谁拉枪啊？没事啦，帮你抓到妹嘛！他问你要不要养猫啦？怎么了吗？你要不要养我？你这题目是搭讪别人要说什么，还是搭讪别人的方法？你要不要养？搭上别人说什么？第一句好不好？第一句多一点呐、啊，这个字太少了。可以，再选一次，再选一次。可以摸吗？你家的猫有空吗？太少了。再想想，这是哈喽养吗？在哈喽吗？养吗？养吗？可摸吗？养猫。看吗？有没有？缺吗？什么？越来越少字，有没有？最后变成羊。羊。十一个字啦！超过了。就十一个字好不好？要很少，要很多，这样。十一个字哦，哎，要不然十一跟三的折中啊，七个字啊。好啊，好好，七个字好不好？搭讪七个字。好好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字。搭讪七言绝句，开始。太难了！我的天哪，救命啊！哎、欸，我就搭讪七言绝句，得摸吗？哈哈，会被告哎、欸！跟你讲，七个字哦，七个字，我想一下，哇，七个字哦，啊，我真的很不会搭讪人哎、欸，厕所一下，厕所一下，你养了吗？四个字而已，一二三四五，想一下、啊，想跟我去厕所吗？七个字。哎、欸，我想想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这是七个字啊，可是跟题目完全无关。小姐，请你好啊，哎，刚才念出来了啦，那么这样不是，不是谁输出这个啊？不好说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其实这个是我朋友教我的，但是我觉得很烂。不过我觉得现在是可以把它搬出来、哦，所以是撩撩妹的那种也可以啊、哦。撩妹？哎、欸，对哎。应该要搭讪吧？可以很不正经的吗？啊、你也想正经啊？你想不正经是什么？板子之类的吗？不是，没有黄，没有黄哦。啊，没有。随便啊，随便啊，你们想搭什么都来，就可以搭什么。这句是我朋友教我的，现在该拿出来了。这太直接，这太老套，而且超粉的哎。想一下、啊，如果撩妹语录哦、喔，哎、欸，这个其实我也略懂略懂。不要讲话好了，你之前烂透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觉得这个很好啊。七个字，那个不行啊。大概就这样。我讲什么啦？七个字莫名其妙这样啊？没有用过，没有直接搭讪过，好难想哦、喔。对啊、哦。真假的？你看，我是说会有人没经验啊。就你爱在那边抓抓的人就搭。你拿爱搭讪？对啊，抓的人就要搭你这个人，刚刚好。你、欸、说不定对方也会介绍，对不对？我 CS 有龙炮，可以。靠！哎，真的，哎，这个不行啊，僵掉了啦。哎呦！哦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看到，等一下，这个，我想到一个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杰瑞，你该不会也是、那個？等一下，我怕你给我撞哦，我等不正经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什么那个？
源来源是这个跟题目才没有关联，这种东西大家在不行啊，这别人的东西也不能偷、啊。要冲过去跟陌生人讲说什么你喜欢小动物吗？他们会觉得你神经病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然后这下去跟他说我的靴子里有蛇，我的裤子里有蛇，裤子里有，我的裤子里有蛇，我一只大眼蛇。大，我这里有大眼蛇，你要不要交换？不要来看来我家看大眼蛇。不要，我要正经一点啊！算了，我不要这句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就好了啦。看看朋友教我的能不能派上。啊！屁孩，你要听撩，你要听撩妹语录吗？等一下，我们盖要快速盖哦。好，我尽量。没有尽量哦，有限制哦。不行，好，那就这个随便撞了就算了。对啊，随便。我跟你昨反正昨天我刚看过这个就借来用了。我真的不会。哎、欸，昨天。你是说有没有龙炮啊？哎呦，总难啊！是要可以搭讪成功的，还是不管成功或失败都可以？成功失败都可以吧？都可以啦。那、哦、成功很难欸。啊，没，你说有龙炮吗？觉得那句一定可以成功，又不一定。龙炮一定会成功的啊！搞不好他是想要龙炮啊！我没抽到龙炮，你妹有哦！你妹有，你妹有，你说你妹有大龙炮吗？那是弟弟。啊？不要问。你说你弟有大龙炮吗？妹妹有大龙炮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可以。有大龙炮，讲就美了。看我这个，看龙炮。哦天哪、啊！看这哥是各种八加九运吧？大家不要想太多，好不好？真的。笑死！不要再想。应该有机会搭讪成功。我这个是我没有想要成功的意思啦，我也没有想要成功的意思。我经典的，顾虑还是看别个部分的，绝对不是这句话。真的假的啦？有人说龙炮很好用，大家一定要在600秒内盖盖好哦。我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盖啊？他上跟人家讲这个，不是 ？What the？我怎么盖出这种东西啊？这个那个赶快盖哦，600秒内盖好哦。哇！我要缩减了。六百秒应该没问题。好难哦！太过分了啦！吸取大家三百秒。还要求那个东东哎、欸？有限时吗？我们强制限时六百秒啊，不然你要加班加太久了。太好笑了。这个怎么好？我想盖那个意象图，可是我觉得很可怕。啊，偷工减料！瑶，你是抽我的吗？对啦，你这个、哦、可以啦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巴西系写下的内容，你是白目，我就跟你讲，你不要以后我看到你喜欢的女生真的被你这样子弄到。弄什么？弄到弄什么？弄怎样弄？不是他那句，他那句话，你们等一下看就好了，气死我了！怎样弄？你可以跟我，我是这个、欸、是法师没错吧？应该不是反省，对啦，不穿衣服吗？确定哦。对啊。看有没有狙啊？对啊，我的是狙哦。真莫名其妙，这个人，你最好是这样子搭讪人家。我真的没搭讪过人家，所以我就说有人会没经验啊。你不行啊，没关系啊，看到这支影片就有经验了。那、啊、没经验没关系，你就盖出来嘛，然后观众就会告诉你哦，这样子不行，我不接受。好，我快吐了，我不 OK， 我不 OK。再来，这什么鬼啊？撒樱花？欸、我要乱盖了。可以啊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好像不行。这是什么地狱梗啊？真的
还有一个哎、欸，创世神里面有这个水果吗？嗯，水果，哎，西瓜 有西瓜，有西瓜，不是要西瓜啦，但有西瓜，西瓜啦，西瓜啦，完呢、欸？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嗯，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？还穿衣服啊？哎，还穿颜色的？啊，不然呢？我盖裸体，你要刮刮脚？你就爱裸体？你不是就爱盖裸体哦？你不是就跟法师裸体啊？听着什么？裸体？这是什么？哦，哎，哦，有了有了，是不是这个比较像？我觉得这个歪了，我都不觉得意外了。这个比较什么？这个有没有比较像？这个是一。啊啊啊！不要吵闹啊！你这个人，毒进高口袋，这个是二，一还是二？嗯，哦，颜色好难选。东，不行，东西是圆圆的。哇，突然觉得好浪漫哦！天啊！大，创世神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圆的？有没有雪球啊？有啊，雪球啊，史莱姆球啊。哦，这个可以。这是什么搭讪仪啊？太白痴了！啊，好像哦。好，好了，可以了。要多久？要多久？早就好啦，绝对没有再一直盖啊。嗯，尹嘉一，尹嘉一，尹嘉一，这样子好了。远远的，远远的。远远的，我要远远的，我要很远。多远？非常远。远的，远远的，远远的，远远的。还要比雪球圆的吗？好。要多远？我觉得时钟也蛮远的。诶、欸。嗯。有没有办法这样子？哦、可以耶。哦，耶！哦，对哦，对不起，我一个脑充，我居然忘记他的那个脑充。对对对对，真的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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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制作其实，嗯，真的哦。我从来没有人听过有人用这一句搭讪的，这也太好笑了。到底是谁出的、啊？杰克出的、欸。他可能想这么做，然后只是……嗯，是我吗？还是杰瑞？杰克 P 耶、欸哦，是我。好，干嘛？你们 ID 差那么多？等我一下，不是因为他有另外一个那个？没有吧？不要吵闹，就是你害我的。哦。来抽奖抽奖，对啊，其实可以不用那样子啦，这样子就不用那么复杂，记得那个就是这样，对啊，这样子搭讪我一定可以接受，多加反而会让人家更、哦、听到了那种感觉，什么搭讪你一定就是要不要吃巧克力，麻烦呢、欸、啊，我这边还要盖另外一个吗？吃起来，哎呦。我知道要怎么搭讪巧克力了，应该要跟他讲说，这家店没有巧克力口味哦。在哪里有？我带你去那一家有巧克力口味。你就会问他哪里有，就成功了。对，会哦。我家有很多巧克力。挑战，像还是重要的。没有G的。
应该不用吧？美居的，美居的，快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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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，剩五十秒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对你这么黑啊？讲完你还剩十秒，没、哎、有好吗？哦，你要干什么啦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塞！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我怎么觉得撞题呀、啊？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刚才听过啊？这个东西？哦、我不会跟法师撞题吧？哦、七个吧？啊啊！我怎么到这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撞题了，我觉得撞题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这个。哎、欸，屁孩，你说出好东西了，白痴哦、喔，我不是你哦、喔，我是啊，就你啊，你确定？要吵闹？哎、欸，不对，去死！啊，是这样吗？不行，这样不会搭讪成功。我要想，我想的很奇怪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让他歪。你要让他歪？这个没有七个字啊、哦！这个，我想要把那个关键字那个三个放进去，可是就是这个对吧？好了，等一下、哦，真莫名其妙，这哪像那个、啊、撞题了啦？应该是撞题。你们怎么会这么厉害啊？真假的？不会把妹都知道吗？英雄所见略同，可是我不会把、啊。所以说我们都想那样子吧，好恶心哦，你好恶心哦。那你们两个在一起好了，不要，你们想的都一样哎、欸。哇，对啊，你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？真的假的？没有，大家接不接受？这个，哇，这个可以把妹哦。秋风辛苦了，秋风辛苦了，等一下再盖一样的东西了。我想再盖同样，没有搞不好没撞题，只是你猜一样的东西有没有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应该是一样的。搭讪成功了，有97%应该是一样。那八个字，哎、欸，所以屁孩你要跟那个在一起吗？就你哦，不是，给我点他。你要跟那个在一起哦，杰克在等你。卡帕 Pride， 快点啦！啊，猜一个东西也这么难，哼哼，随便猜啊！哎、啊，有了，这当初有玩啊，这个我有玩，所以还看得懂。好险，好险！哦，你不在我后面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对，我在你后面，我会认真一点。我在你后面，进来啦！好暗哦，又是发西西啊！你也笑太爽了吧？不行，够劲的，真的啊！原本我是猜另外一个，发现纹路不对。什么？真的有撞题哦？没有，杰克猜的啊。我猜的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撞了啦。我是觉得撞了。你们都猜这个是不是啦？白痴！那么厉害。那麼这我也会上钩，这我会上钩。什么？这是怎么盖啊？我盖小台的，好空虚哦。你说盖一样题目吗？好空虚哦。可以贴在上面摆摆的。那、欸？不是这个。还是用俯视的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笑死！谁呀、啊？这已经搭讪成功了，就靠这句了。对，就靠这句了。真的可以吗？结果有人去用，然后被告了怎么办？不会被告、啊，不会被告，这不会被告，这不会被告，这不会被告，好，好，只是可能会变成影片而已啦。啊！你看撞铁，撞了，你看撞了，撞铁了啦！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！你们撞敌了啦！为什么会？你们把妹的技巧就这两个，是不是？哦，
好呛，好呛，好可怜这个。我有莫名其妙都凭实力单身到现在的，是不是？哇塞！这场只有他结婚，我们都不能嘴。对，我们不能嘴，我们嘴不得。凭实力单身的，真的是哦。好嘞。要多久啦？太快了啦！耶、yeah, ，终于换我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按那个要多久？哦，推波通广播。啊！可是我这题想要好好盖哎、欸，想你前面都要在600秒内盖哦，你之前都没有好好盖是？我有啊，我有好好盖，但是这一个我就可以盖的好看一点，我想尝试。你要600秒内盖好就可以。不，我不，我就不能，我往这边盖了。我妥协，我妥协。现在日夜，怎么只有这个哎、欸？没关系。真的要尬光了？不想看。要不要看？太多了。不行、啊，盖光还会被。哦。你没有？哎、欸，我不会。太好笑了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。大家都知道啊。嗯。英雄所见略同。不会，我要从头到尾都盖一样的东西吧。就我等一下拿到题目是不一样的啦。我先把那东西开出，颜色总就不能怪。这是哈，这没错。速度啊，大家！今天正在努力呢。速度啊！有了吧？装水。这一句话真的可以把妹哦！我现在开始怀疑人生了。那你怎么把？我觉得你可不要太认真。他就是拔不到啊。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拔到秋伞？就我觉得这段真的重点不是因为那句话了。你养吗？来跟我走。屁孩，那你呢？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哦，对哦，我忘记你讲那句烂话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后一定要认识你女朋友，然后问她，问你是不是跟她，问她是不是你跟她讲的那一句。跟你认识啊？可是，前提是要有女朋友啊。杰克，需要更多时间。杰克，杰克，好了，等一下啦。这一集大概比较快。不是啊，你不是有盖过的经验吗？没有，这个东西我完全没盖过，但是我好想要把它呈现的好一点。呈现的好一点。你听过安利吗？听过，这不才六个字吗？你有听过安利吗？你好。起步更。哇，不行不行。我知道有一批很便宜的牛肉。那超过七个字啦！这批牛肉好便宜。这批牛肉，有需要就打这个。有批牛肉好便宜，七个字。谁啦？这是拼什么？宝可，这是够吧？听起来是够的声音。对啊，在抓宝。谁啦？
这附近有神兽是不是？嗯。啊！我快好了，我快好了，等一下。我的裤子里面有神兽。这时候要通通要抓起来。不用数，一定考过。快点，杰克按下去了。神兽要跑出来了。啊，好不像哦，好吧。来杯。以后等一下，我就猜你给我猜两次的东西好了。好，可以。聪明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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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按下去。快点，稍微修一下，再稍微修一下。哦，修了吧？修到完美啊！人生没有完美。怎么样？是什么？啊！什么？为什么啊？屁孩，你真的只有这样子吗？啊？这是我是好奇怪哦、喔，但是要去搭讪的，我可以不要搭讪这样的人吗？好奇怪哦、喔，是啊，这边干嘛？这个太 low 了吧？这个在现代能搭讪得到人哦、喔。